这里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在群峰峭立的地貌中发挥自然优势，坐拥千年稻作文明，发扬文化特色，传承、创新、发展，这里的人们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天等不等天的精神内涵。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古老的左右江分水岭上，耸立的石灰岩山峰间隙，散落着一个个美。是二万字，其中在天等就有1.9万。在技术中，徐霞客对天等喀斯特地貌给予很高的评价。公元1637年10月23日，徐霞客到达天等。这座在平畴中拔地而起的飘岩山，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致。他形容道：“高一层云，下临绝壁，望之虾然。”为一探究竟，已然52岁的他请当地群众当向导，搭建竹梯，冒险攀上了这座山峰，并在山中溶洞徘徊很久，写下了“于西游所登岩，险峻当以此岩冠”的感叹。随后他潜心考察喀斯特地貌，险峻壮丽旖旎多姿的溶洞风光令他无比兴奋，他也因此在天等考察逗留了1个多月。在他的记述中，先后5次提到同一个地方，天灯墟。墟是乡镇的意思，天灯墟交通便利，位置就在现在的天等县城。天等与天灯谐音，这是有关天等这一地名的较早渊源记录。因为方言口音，这里也被称为吞等或天等，后来它成为县城的名字，与地域管辖的历史变迁有着重要关系。57年才有天等县，可是天等这个地名有上千年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郡，天等属象郡管辖。从汉代至唐代，天等又属玉林郡管辖。南宋开始，朝廷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分封当地土著贵族为土司，命其管辖一定的区域，称之为土州。明清时期，在现在天等县域内，共有7个土州，由不同土司管辖。徐霞客到达天等县的第一站就是一个叫龙英的土州。土司管辖的土州设有自己的土司制度，在福新镇至今还保存着土司制时所刻的石碑。这块永进石碑立于乾隆39年，距今240多年，是天等县遗存有关土州政策最早的石碑。
这块本来是龙应土州州官李的所谓永定石碑，实际上就是讲他们土州应该禁止或者可以使用的一个文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土司制度随之瓦解，土州被划分合并成县，在天等地域内设有三个县。1957年，国家又将这三个县合并，县政府设在处于中心位置的天等区，并把县名改为天等。其实改名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这个不同的意见，住在天等镇这个地方，村里村名、县里镇名都是这样来的，就把它改成天等县。在壮语中，天等有竖立的石头之意，这与徐霞客石峰峭拔、聚集如林的记载如出一辙，形象地描述了天等的喀斯特地貌。今天，石山锤炼出的坚韧不屈与传承千年的特色文化一起，成为了天等人新的发展动力。天等县地处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岩地区，陡峭群峰中间的狭小之处是村民难得的耕地。丰收时节的一场大雨让赵洪祥不得不提前收割稻谷，尽管如此，雨水仍是水稻收获的重要保障，但现在赵洪祥却没有这种担心了。过去呢，天下雨才种得，现在我们就靠天气来种田了吧？没有这个，我们种田没办法的呢。赵洪祥所说的天池，与田地和村庄一山之隔，当地人称之为龙角天池。天池面积达300多亩，池水清澈碧绿，平均水深15米。最深达37米。龙角天池四面环山，地势高出村庄将近50米。天池大旱不干涸，久雨不外溢。这条白色的水浸痕迹是天池水位浮动的范围，通常在1米左右。然而，如此巨大的一个水池，却没见有水的来源，那么天池的水从何而来？为何又会保持如此恒定？这个现象也引起了广西师范学院曾令峰教授的关注。龙角就是那龙的角，也是龙女把水引过来。现在人家这里有一个小龙女，为什么叫天池？这个水是自然的，是天然，天然的，哦，天然的水。在喀斯特地区，地表一般没有水流出口，随着流水侵蚀石灰岩，会在地表形成洞穴，水便由洞穴流入地下河，这个洞穴被称为落水洞。落水洞呢，就是把地表水全部漏到地下去，那么地下呢有地下河，这是最典型的这个喀斯特地貌。曾令峰由此认为，天池的形成一定与天池这里的落水洞被堵住有关。他的这个看法也在调查中获得了证实。他们就讲，天池下面本来是耕地的。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水没办法流了，它就储水了，把耕地就淹掉了，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在一次大暴雨中，由于泥石流涌入，导致龙角天池底下的落水洞被堵住，地表水无法漏到地下，
于是便随着雨水蓄积上涨，形成现在的天池模样。天池周边林木茂密，能有效涵养水源，加上农田灌溉，使得天池积蓄的雨水恰好处在一个平衡状态，既保证了农田丰收，又成为一处独特的自然景观。曾令峰在走访研究中还发现一个水潭，进一步证实了他对龙角天池的看法。水潭不大，但奇特之处在于，如果高声叫喊，搅动潭水，潭水就会退下去。广西通志对此记载，泉流应声而退缩，以致潭里会出现暂时枯竭状态，止则泉水又回声续流。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当地有一个活动，组织村民一起来赶水。在一片锣鼓声中，大家高声喊叫，搅动潭水。时间不长，潭水果真被赶走了。经过调查发现，原来赶水潭底下有一个落水洞。关键就是它那一个落水洞呢比较细小，它就很容易被那个泥沙所堵塞。但是呢，这个泥沙呢，通过一定的震动搅动，它又可以把它冲开。所以它这个事情巧就巧在这个地方。所以，赶水实际上就是一个疏通落水洞的过程。这一兼具实用和娱乐的赶水行为，也逐渐成了这里的民俗活动。水，稻作农业的根本，正是对喀斯特地貌的巧妙利用，使天等成为了鱼米之乡，而由此形成的文化民俗，也让稻作文明在这里生生不息。广南有冲塘，以浑木枯为槽，一槽两边约十尺，男女建立，以冲稻粮。这是唐代刘询记载的广西地区丰收时节的冲稻劳作，距今已有1000多年。敲柯槽弦，皆有变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这种有节奏的敲打，如今已演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称为打狼舞。陆东华和村民们这种融入生产情景的表演排练，正是过去稻谷丰收时的真实写照。就是用收稻谷用，主要是把那个稻谷啊，把给它脱离出来。农耕时期，天等的先民们并没有现代的打谷机进行稻谷脱犁，于是在稻谷丰收之时，人们就把稻穗放在这个原木做成的木槽中，用木杵敲打，直至脱犁。唐宋以后发展，就生活的工具变成了一个表现这个生产生活过程的一个歌舞。每年春天，在天等县许多村庄都要举行隆重的开廊仪式。打狼舞开始于唐代武德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酬谢天公之后，抬起丰收的工具，这个过程是请狼，说明打狼舞可以开始了。
整个过程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也凝聚着壮族先民与自然斗争的智慧。通过庄严的仪式，村民感谢天地赐予的福泽，并祈求祝愿年年风调雨顺，岁岁国泰民安。现在打狼舞已被列入学校的民族体育课程教学中，成为这个独具特色的舞蹈的最好传承。学生也在舞蹈体验中感受着壮族的道走文化，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随着现代文化融入，打狼舞的形式也变得丰富多彩。穿戴民族服饰，迈着整齐舞步，上千民众一起打狼跳舞。从历史长河中款款走来的打狼舞，正焕发着新的生命力。作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已成为天等的一张文化名片，在广西乃至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秋天，当丰收时节到来，人们又不忘回报自然。这一次相约的是古地村的妇女们。傍晚时分，带上独特道具，身着特殊服装，一场壮寨特有的祈福仪式即将开始。原来他们是通过心里默念的方式邀请月亮娘娘。这个活动已被列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土语称之为拜囊海。囊海囊族娘娘，海指月亮，壮语当中啊，把囊海这个美懂女性的意思是什么，用现代语来讲就是闺蜜，把月亮当成自己的闺蜜请下来共享丰收的喜悦。拜囊海的风俗发源于龙明镇的古地壮寨，最早可追溯到北宋皇佑年间。狄青执白旗挥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据记载，北宋皇佑四年，枢密副使狄青将军南征广西，讨伐并打败了反宋首领农志高。战争结束后，跟随狄青的许回将军曾戍边于现在古地村这一带，至今村民大多仍姓许。就在这儿，他这里全部是姓许的，然后去看一下他们族谱。这是哪一年抄的？这是光绪29年，那个南征大将军许回是老祖宗。一世祖叫许什么？许回嘛，一世祖又跟狄青将军上来的。哦，1052年。1052年，那刚好是农志高失败的那一年嘛，就是我们赶他出去了，我那老祖宗来赶他出去了。我们的祖宗上来啊，他是服从朝廷的，朝廷也是希望底下的人的平安的，所以他支持做拜囊海。也是这么传说。许回带领民众感谢月亮护佑，并祈求风调雨顺，岁岁平安，最终演变成了拜囊海的风俗。走啊！月圆之夜是邀请月娘的最好时间。铜盘敲击和铃铛晃动的声响，象征马蹄声和马铃声。主祭闭眼，想象骑着神马来到天上，请下月神。看到人间如此盛情，月神被感动下凡，代表月神的草人舞动，寓意对祈福做出的回应。拜囊海记录下民间的历史，也见证了边疆壮汉民族的融合。
围绕着稻作的生产，各种节日活动都贯穿着对这美好的一种愿望。喀斯特地区旱涝不均，丰收多仰仗于自然恩赐，人们在春天跳打狼舞祈福，于秋天拜南海回报，将遵从自然、和谐自然的稻作文化以民俗活动的形式固定延续下来，它们也构成了天等最为核心的文化特质。2010年，一组照片在广西摄影界引起轰动，其中这张被誉为广西最美田园。照片中的地方就位于天等县的都康乡，青山白色，河流蜿蜒，阡陌纵横，随着一叶竹筏划过，勾勒出诗画般的山水田园。秦少荣，田园风光摄影爱好者，正是他在一次途经天等时无意中发现的这处田园风光。从天等过来5公里吧，大概地方看见田边就有一个大大的河，还有一个大大的转弯，看很漂亮。当时由于要赶着去龙光，我们没有拍。后来他专门来到这里，在经济丛生的石山上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当时是下午的4-5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爬到半山了，看见哇，太阳出来，光影非常漂亮。当时我们就爬到山的差不多到顶了，就停下来，就在那里拍了下来。这张照片确实博得了观众的喜爱吧。从此让人们记住了位于天等的广西最美田园，这个遗落在广西壮乡的人间仙境，也成为天等新的标签。不仅如此，在自然风光巧妙融合背后，还隐匿着风味饮食中一段奇妙的融合。一大早，农爱珠就已经出发，她要到陡峭的石山上寻找一种特殊的植物。这种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石头一个连一个的，并且石头上面它又分有几层的那种，它才会长有。当地人把它称作家石娘，意思是生长在石头夹缝中的植物。这是一种中草药，叶片似羊耳，分成雌雄两种，只有雌性才适合食用。有个老人他经常上山摘来吃，原来他是胃不好，吃了夹石娘草药以后，他就胃慢慢的变好了。后面他们就把这个夹石娘跟糯米来一起冲做成。
从最美田园到龙鸣飘延，从龙角天池到十里画廊，天等正在加快推动旅游业发展，打造别具风格的壮乡风情游。如今这个广西最美田园连同稻作文化一起树立起了天等经济发展的文化自信。男女邂逅，相互对歌，这在天等是一个十分常见的情景。这些话语本是初次见面男女之间的悄悄话，但在天等的壮族居民看来，只有通过山歌才能做出最好的表达。农广田退休前任县文化馆馆长，他几乎走遍了各个乡镇，对于天等山歌的分布和流派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所谓讲天等山歌，不是讲一种山歌，天等县内流行的山歌原来有六种，普遍流行的只有三种山歌了，象都山歌、天等山歌和大龙山歌。天等山歌常用比喻的手法，曲调优美，它自唐宋时期形成，发展于明清，在近代达到历史高峰，历经千年而不衰。无论生产劳动还是谈情说爱，都可用山歌来表达，它沟通着心灵，也将文化融入到了音乐之中。天等男女的对歌甚至能持续几天几夜，直到双方情投意合才算唱罢。这时姑娘会手拎一个圆肚竹篮，将一双早已准备好的鞋子送给对方，以此定情。从古至今，每当重要节日，天等壮族人都会聚集在一起，自发对唱山歌，以歌传史，以歌交友，以歌传情。古代壮族没有文字，但以歌代言，也就是文化以山歌的形式获得了传承。壮族文化不断发展的基因延续在这些绵延不断的山歌之中。天等地处喀斯特地貌地区，水延续了千年稻作农业与文明。然而由于石山留不住水源，水又制约着这里的发展。面对干旱的土地，天等人也在找寻着新的出路。指天椒因果小朝天生长得名。1974年，天等农业科技人员到全国各地考察，从福建省引进指天椒种植，意外发现天等的气候土壤特别适宜种植指天椒。种出的指天椒肉厚色红，醇香浓郁，
因其辛辣异常，被誉为天下第一辣。由于新鲜指天椒不便存放，于是天等人开创了独特的加工工艺，将它制作成指天椒酱。随着现代化流水线的加工，指天椒酱已成为天等县新的标志产品，享誉各地。天等县被授予中国指天椒之乡称号，指天椒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经过40多年发展，指天椒产值已超过2亿元，成为天等的支柱产业。指天椒种植成功，为传统农业向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不畏自然困难，勇于创新发展，天等人创造的奇迹不止于此。立屯，这是一个被四面高山环抱的弄里，高山阻隔，地势低洼，历史上曾与外界天然隔断。生意排不出去，交通也不方便，到街头出卖的都抬下去爬上去了。出门必爬山，常年饱受旱涝灾害，这是立屯曾经的写照。这条羊肠小道是当年走出立屯的唯一通道。长期的恶劣自然环境，最终激发了立屯人的斗志。从1973年起，立屯人举起钢钎铁锤，以人工之力开始挖掘隧道。夜以继日的工作，历时24年，终于1997年打通了长460米、宽4.6米的石山隧道，圆了立屯人出山的梦想。龙淑英经常给来访这里的客人介绍立屯隧道。当年刚开通的时候，它仅是供人去走路，后面的话经过几次的拓宽，才变成我们今天这么一条隧道。立屯人开凿这条隧道，除了是出于交通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排洪的需要。凭借一铁锤、一钢钎的努力，凿石穿山，立屯人终于解决了交通和排洪问题，也诠释着现代愚公移山的精神。隧道开通，土地的价值得以体现，立屯开始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通过土地流转，村民将土地承包给农业公司，既享受土地分红，又可务工取酬。随着番石榴、菠萝等高效益水果的种植，相比隧道开通之前，立屯人均收入已增长了近8倍。对家里的这全城的这都是很大的变化，都有了房子，什么都改变了，生活啊，一年更比一年好。今天，龙淑英第一次给家在立屯的学生讲了一课，让他们体会这隧道的来之不易，感受立屯人面对困难时所做的抉择。这些学生的爷爷辈不仅修建了隧道，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龙淑英希望他们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哪个知道我们立屯的精神是什么呢？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立屯人的精神感动了整个天等，由此形成了天等的精神，即天等不等天，苦干不苦熬。
如今，这种困境中崛起的精神，正引领着天等人奋力开拓创新。通过筹建高速公路、二级公路和农村公路相结合的交通网络，天等正以道路建设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以指天椒、苦丁茶等五味种植业及黑山羊等特色养殖业为核心，创建了数十个特色农业示范区。利用天等县的锰矿资源优势，创立工业园区，不断完善投资创业平台，融合自然与文化特色，打造壮乡生态与人文的旅游胜地。从传统稻作到现代特色产业，天等人遵循自然的理念始终未变。转型发展的天等正在快步融入南宁乃至东盟经济圈，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石山延绵，木兰铿锵，在时代中播撒希望的种子，红红火火指天椒。赶水奇谈，拜月叮当，在石缝中开启通山的大门，勤勤恳恳创未来，将自然束缚转变成新的动力，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天等人，正走在转型发展的康庄大道上。天等不等天，苦干不苦熬，这是天等人直面困难、勇于担当做出的铿锵有力的回答。